帮我试一下音一下。Hello， 一二三，喂 ，Hello， 给我帮你拿。好，想问一下，今天心情是不是都很紧张啊？其实不会，不会，其实还好，就是比较觉得很荣幸能被邀请到这种户外的舞台，因为我们其实都是在棚内拍摄，对不对？比较少对外，目前只有一次公开粉丝见面会。那这次首次担任音乐节开幕的嘉宾，心情怎么样？其实我们是刚刚才真的知道说，对，我们是开幕的嘉宾，对，所以听到的时候我们蛮开心。我们刚刚一下台就有在聊这件事情，对，是非常有很多粉丝凌晨就来排队的，有没有很感动？其实真的很感动。然后他们就是有在那个捷运忠孝敦化站有投，他们是自己募资，然后帮我们做一个看板，就是其实真的很感动。有空我们一定会去拍个照，因为我们可能还在家里睡觉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我们的手机里面的粉丝群，就看到一堆粉丝都有 po 说他们已经在这边等了，所以我们当下看到的时候，其实也是会有点心疼，因为毕竟外面这么热，对，辛苦大家，真的。那火星哥上一集就是五元晋级总决赛吗？然后很多人都很惋惜，你们自己有没有觉得有什么想分享？不会，我觉得不会，我觉得大家不用为我们难过，因为这趟旅程只是一个我们的过程而已。就是我们就算没有拿到冠军还是什么，不是代表说结束。Sorry， 我们还是学习到很多事情，所以也很谢谢大家，我们也获得这么多的支持，所以我们会在之后的路上更努力加油。那未来有什么规划吗？就是因为被淘汰嘛，你们还是会以团体嘛？因为目前刚刚说 Max 跟哲言有写真集，那其他有一些作品或者写真集的规划。作品没有，我们现在是我们火星其实没有被淘汰哦，我们火星是第五名哦，所以我们还是有人气投票，可能有出团的机会。我们还是希望给大家可以出团，希望大家继续帮我们投票。那 Max 跟哲言写真集要出了吗？就是最近是很认真在练身材吗？前阵子蛮认真的，这阵子就是比较专注在练歌唱的部分，就是精进自己的创作能力。刚哲言就是大家有漏，可是哲言没有漏到，我想要展示一下。俊廷也没有漏到，现在吗？现在吗？这是你对哪边最有自信？除了脸之外，腹肌。我们的话是腹肌，因为我想说各自展示不一样的地方。对对对，不然腹肌怕大家都看腻。这样跟苏伟会有比较，会不好看。有比较就有伤害。对啦，那我像写真集的尺度大概会到哪里呢？尺度，我讲一个好了，讲。好，你讲。我觉得有个蛮不错的是，我们会在浴室里面。哦，是的。就是淋水。淋浴。有。但是好像没有，有人也没有若隐若现的概念，若隐若现的概念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就顶多露两点，不会到露三点。那之后如果露三点，为了艺术 OK 吗？不把话说死了。对。好了，明天就是你们的见面会嘛，家常见面。对。那这次有没有更不一样的准备惊喜给粉丝？哦，其实有一个惊喜，是希望见面会再说。对，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。对，一定要看到最后。对，因为毕竟惊喜一定都在压轴。那你呢？就是然后手看起来蛮壮，因为最近都在练习运动嘛。就是平常就在健身啦，然后我们最近在练舞的时候，为了要上半身的协调跟下半身，我们都会有做基本的肌力训练。那有练跳远吗？哎呦，没有，就是体育系的，就是每一项都有练大腿肌啦，都对，就是都还蛮喜欢的。而且我很多就是体育圈子的朋友，我们就会一起出来运动，跑步，然后刚好又附近就是也有运动场这样，家里附近有运动场。所以最近就是有在跟大家一起练体育的意思吗？其实我一直平常都有在做运动，然后我们有空都会一起约时间。对，其实大家也会一起跑啊。有破自己的记录吗？当然是高中大学的最好的时机还是在高中大学啊，但现在我们就是维持嘛，毕竟我们可能还要唱跳，可能之后还要演戏，有些体力活的东西，所以我们还要把自己的身体状况维持在最好的状态。那濮阳运动很久看明星运动会吗？
哎、欸，我黄姐有看那个，我有看第二季跟第三季，因为有我们学长姐，就我们公司的学长姐有去参加，所以有去支持一下我们公司的学长姐。所以有看到曹用林的一些跳远表现。有啊，曹用林真的很厉害，他协调也很好。对，然后也是我辅大的学长，然后之前刚好因为他可能拍戏的过程，我们有跟他一起修课，所以其实也很关注我们的学长。好，謝謝。那濮陽，你18号要过生日，有没有什么计划？计划就是好好工作，好好工作。目前没有想说约团员去哪边玩，还是跟粉丝一起聚会这样？可能在练舞室过吧。对，练舞室过，应该跟大家火星的大家一起过。对， okay. 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謝謝謝謝